皮皮哥一定会想尽办法让我离开这里，因为我才是他最后一张王牌。你知道外面有多少粉丝在等着我吗？你知道于总想要让我当他的女婿吗？到时候他整个公司的资源都是我的。苏醒，你拿什么跟我斗啊？啊？你干什么？拿起来！拿起来！安静点。 你怕了是不是？对吗？你怕我取代你的位置吗？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。你去他西江冷月的时候，我是怎么提携你的吗？大国一样，我会给你个龙套。我告诉你，我才是男一号，你就是在旁边帮我端茶的命。这样的一个糟心不是你了，是我齐越。我告诉你，有一天，全世界的人都会记住我。我叫齐越，你听清楚了吗，苏西？你就是给我砸碎的命。 你听清楚了吗？我才是男一号，你不要看错剧本。阿静，对，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，不能够耽误了。我要见陈导，还有粉丝会，走，快走，快走。